《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344页，我们从第六行啊，这个经文的地方看起。复次普广，若未来世有诸下贱等人，或奴或婢，乃至诸不自由之人，觉知宿业，要忏悔者，至心瞻礼地藏菩萨形象，乃至一七日中念菩萨名，可满万遍。如是等人尽此报后，千万生中长生尊贵，更不经三恶道苦。这段经文是讲转贱为贵啊，就是转这个贫贱啊为富贵，贫是没有财富，贱是地位低下，富是有财富，贵是有地位。富贵人有义务帮助贫贱人，贫贱的人懂得忏悔修福，社会才能和谐安定繁荣，彼此互相尊重。今生富贵是前世修得好啊，过去生啊有修财布施啊，这一生啊得富贵。今生贫贱是前世没修福啊，那自己上一辈子啊没有修啊，过去生没有修福，那么这一生就得到啊贫贱的果报了，怎么能够怪别人啊？那这个事情啊，如果不了解因果报应的理论与事实，人啊，遇到这种贫穷、下贱，在这种地位上啊，难免啊，看到富有的人啊，他就会升起啊嫉妒之心了，难免升起怨天尤人的心理，这个也是必然的。因此这个因果教育啊非常重要啊，我们敬老和尚啊这个过去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特别我们敬宗十三祖印光祖师特别强调因果教育啊，印祖说现在这个时代如果不提倡因果教育，纵然所有的佛菩萨神仙神灵通通降临到这个世间，也救不了这个世界，因为大家不明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不知道啊因果报应的事实真相，因果通三世，他不明了，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啊，因此啊人啊就容易为非作歹了啊，不相信有因果报应，不相信有三世六道生死轮回，那人往往啊他只想图眼前的利益
不惜啊用种种手段啊，这种杀盗淫妄的手段啊，来夺取啊这些不义之财啊，这个天下就大乱了啊。所以这个因果教育很重要，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那么这个在《了凡四训》啊，就讲得很清楚了啊。所以这个《了凡四训》啊，就是改造命运的一部宝典了啊。这个也是我们印光祖师印祖啊一生提倡的啊。印祖一生提倡了、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了凡四训》。《安世全书》这三本书都是讲因果报应的，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经典。那么《了凡四训》在附录这个于敬义公以造神记、那么这篇、也补充这个《了凡四训》的内容、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那么现在呢肯修啊，过去生不知道修福啊，这一生啊赶快来修，来生就好了。若只有知道享福而不知道修福，那福报享尽了，那来生你就没福了，来生又变贫贱了所以有福报要继续修福，那个福报啊就越来越殊胜了那么生生世世啊都能够享长远的福报。那么下面引用辩义经辩义经云：五世长生卑贱，为人奴婢。佛说有五种业因常受卑贱果报就这个卑贱啊也是有业因的，就是你造什么样的业那么才得这个果报。那这里列出五桩事情五种事情造这个业因那么会得到卑贱的果报。第一个，骄慢不敬二亲这个二亲是父母亲那么不孝敬父母对父母亲的态度很傲慢无礼。那这一条那我们看的是在也是感受很深，特别现在这个时代年轻人没有接受这种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不懂得要孝敬父母对父母的态度傲慢无礼那常常忤逆父母甚至给父母找麻烦那这个第一个就是为什么会得到贫穷下贱，第一个就是不孝所以俗话讲百善孝为先那不孝那什么善都生不起来那这是第一个。二，刚强无克心刚强就是我们现在讲这个人很强势他很强势无克心就是无恭敬心，自以为是，处处不能容纳别人，刚强难化，不接受别人的劝导那很刚强了。三，患意不理三尊这个三尊是三宝
佛法僧啊，就是轻慢啊三宝啊，对三宝啊轻慢啊。那么这个轻慢呢、啊，就是属于晃意啊，这个懈怠放逸啊，不礼敬三宝。四，盗窃以为生业。那么一生偷盗啊，取不义之财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啊，那个就专门干偷盗业啊。这个佛在《十善业道经》也给我们讲。偷盗啊，会得贫穷的果报啊！你偷盗好像占到便宜了，那实际上没有啊。你本来命中有的福报啊，被消减了，真的是得而不偿失啊！取这个不义之财啊，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实在讲啊，这个《太上感应篇》讲啊。取非义之财者，如肉腐旧积，正久止咳，非不占饱，食亦极之啊！啊，你不但得不到受用啊，啊，还会啊，丧失生命啊！五，负债逃避不偿啊，就给人家借钱了，欠债的。那故意啊逃避啊，我们现在讲啊，恶性倒闭的这一类的啊，给人借钱啊，他不打算还债的、啊、那这一生不肯还债，来世遇到要偿还，躲不过的啊。佛家讲因果通三世，欠债还债，欠命偿命啊！在《高僧传》记载，安世高法师，安世高是安息国的人，在汉朝时候到中国来。安世高是翻译经典的法师啊，高僧大德啊。安息到唐朝叫波斯啊，就现在伊朗。这个地区的人，那么他到中国来还了两次的命债，两次偿还命债。这个因果啊，就是过去生中误杀两个人啊，他也两次被人误杀。这是菩萨示现给告诉我们，成佛成菩萨也要欠钱还钱，欠命还命，不能说成佛成菩萨就可以不还，没有这个道理。做佛做菩萨都不能避免，何况我们凡夫。啊，这个凡夫还债啊，偿命不甘心，有报复心。啊，于是啊，讨债还债，讨命还命。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生生世世在搞这个事情，苦不堪言啊！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不了解这个因果嘛，啊，不知道这一生遭遇的是过去生啊，我们造的业因啊！啊，如果知道了啊，就是知道啊，这是还债。不要再结冤了，还完就好了，这个账啊就了了啊。如果还不甘心啊，要报复，那真的就报来报去了，冤冤相报了。佛菩萨有宿命通、他心通、天眼通啊，所以宿世的因缘呢看得清楚。那佛菩萨过去生欠人家的命。他乐意啊还命，欠债乐意还债啊，因为佛菩萨知道这个因果啊，所以他还得啊
很自在。啊，他了解事实真相，那我们凡夫不了解事实真相，啊，遇到这些事情啊，必定啊怨天尤人啊，啊，又重新啊再结下这个冤业啊。啊，所以佛菩萨有神通啊，知道这个因果啊，所以还债还完了，还清了，账就了了。啊，因此啊，这个经上佛给我们讲，菩萨畏因啊，众生畏果啊，啊，众生怕那个果报，不怕造因。那菩萨呢，怕造那个因，知道这个将来有果报，啊，所以造因呢、啊、很慎重，不敢造恶因。啊，那众生造恶因，他不怕。恶果现前就害怕了。菩萨呢不造恶因。恶果现前知道是过去是欠人的就还掉了。他不怕。所以菩萨畏因啊，众生畏果。觉知树叶啊，那么这一句啊就知道啊，处于贫穷下贱的地位，是自己过去生造作恶业所感得的果报。啊，这个觉悟了，知道了，啊，是自己宿世啊造不善业，啊，这一生啊得到这个不好的果报。明白这个道理，就有方法补救。啊，补救的方法是忏悔。啊，忏悔就是改过了。世间有学问、有德行的人，还有一些宗教家，也知道因果报应的事理，啊，因果报应的这个事情，这个道理，啊，一些宗教家他们也懂，啊，有学问、有德行的人他们懂。也懂得修忏悔法，可是他们的知见不圆满，因此他这些忏悔大多数属于事上，在事项上忏悔，能够有一些小小的帮助，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彻底解决问题一定要靠佛法，唯有佛法才能帮助众生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六道轮回啊，那才是就近解决这个问题的。如果不能脱离六道轮回，那么这一生修善，来生不知道继续修善又造恶业，造恶业又要受恶报，这个问题啊，只有一个阶段性的解决，不是啊，从根本上去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脱离六道轮回啊，那这个问题是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个才知道啊，佛法无比的殊胜。自信瞻礼地藏菩萨形象，那么觉知树叶啊，要忏悔，觉悟了，知道了，知道过去是造不善业，现在这一生啊得这个果报，要忏悔。那怎么忏悔呢？下面就讲出这个忏悔的方法，自心，以真诚心、清净心瞻仰礼拜地藏菩萨形象。地藏菩萨形象是我们忏悔的一个真善缘。为什么能把业障消除？因为你自心，平常是用妄心，今天对着地藏菩萨形象是真诚心，用自诚心来瞻礼地藏菩萨的形象。
一七日中啊，那么一七日就是七天当中，时持地藏菩萨名号万遍啊，这个万啊，就是一个基本数啊。当然啊，也不是说啊，你只要念一万声地藏菩萨名号啊就可以了啊，不能多念。啊，这个当然练得越多越好啊。那一个基本数是一万遍啊，最基本的最少了。那七天练一万遍啊，这个应该都可以达到啊。一天才练一千多声嘛啊。那如果一般说打地藏七啊，这个打地藏七啊，那练的七天下来啊，那肯定超过一万了啊！那当然越多越好了啊。或者呢啊，七天呢、啊、读地藏经啊，就是一天读一部，那其他时间呢、啊、就是这个念地藏菩萨的名号啊，这就打地藏七。啊、那么真正节期念佛啊，七天七夜不能中断，功德力非常殊胜、啊、在弥陀经里面也讲，若一日至若七日，根性力的人一日一夜就得一心，超凡入圣；根性劣的人七日七夜七夜也能得一心、啊、那么现在念佛堂的同修，别说念一个七，连着打七个七都得不到一心啊！什么原因？念佛不如法，夹杂妄念啊！所以如果能做到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七天七夜就能成功啊。那么在《净土圣贤录》记载，宋朝云科法师是破戒的出家人，造的罪业很多，但是他有自知之明，知道将来一定堕地狱，他发心求往生，关起房门念阿弥陀佛三天三夜，不吃不喝，真诚心感动阿弥陀佛，梦到阿弥陀佛来啊、他向佛要求往生、啊、阿弥陀佛告诉他，你的阳寿还有十年，你好好的用功，十年后我来接引你。云科法师说，我的烦恼习气很重，十年这么长的时间，如果我经不起外面的诱惑，不晓得还要造多少罪业，我十年寿命不要了，现在跟你去。阿弥陀佛就答应他了，三天后来接引。那这个与光目女婆罗门女的境界完全相同，所以弥陀经说的这个若一日到若七日是真实的。问题啊，是否能自心，能否不夹杂啊、那么我们真正透彻了解念佛往生的道理与事实真相，对世间决定没有留恋，还有留恋就是疑心未断，还有怀疑。讲经说法的目的是真正帮助大众断疑生信，功夫果然做到不夹杂不间断，没有一个不成就。云科法师不生病，念佛往生了。近代也有很多人视线坐着站着念佛往生，临终时生病是业障，真心忏悔业障就消除。若是业障病，以真正忏悔的功德来回向给这个冤家债主，冤家债主得到利益，他就会离开了。那么以上这一段、啊、就是我们净老和尚、啊、那么根据
啊这一段啊，引用到我们净宗啊修净土法门。那么修净土法门主要是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在地藏经这一段呢，啊，它是转业啊，这个转业障啊，就是把那个贫贱转成富贵啊，转这个业。那么这个自心这两个字啊，在地藏经我们会看到很多啊。那么自心的一个标准，在地藏三经其中的一部《旃查善恶业报经》啊，那《旃查善恶业报经》啊，啊解释这个自心呐，啊就解释的比较详细了。啊，那么我们呢，啊，如果对这个自心还不是很清楚，啊，可以以经解经。啊，就是三经互参呐，啊，那更能够帮助我们深入理解《地藏菩萨本愿经》啊。所以这个自心啊，这个《旃查经》啊，讲得详细。那么在清朝初年呐，啊，我们净宗九祖偶遇祖师，他也做了一个书啊，《旃查业报经书》。做了一个注解，啊，很值得我们，来这个互参啊，互相参啊。那么地藏七啊，悟道个人呢，啊，是没有参加过啊。啊，我在家的时候啊。那个时候行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刚刚成立没多久，那么有一次办这个大专佛学讲座，好像讲座圆满了，这个韩馆长啊就礼请这个明信长老，上明下信长老，那明老已经过世了，三年前往生了，那么请他来主持啊，打一个观音期啊，所以观音期我参加过一次，啊，那个时候还没有出家的，在家的时候。那么地藏期呢，是我们净老和尚啊讲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啊，那个时候啊，这部经是九华山佛学会长仁德老和尚他。祈请我们净老和尚啊讲这部《地藏经》的啊，所以在这个讲记啊，这个《地藏经》讲的啊，那个祈请的功德主是仁德老和尚啊。那么当时仁德老和尚也请我们老和尚啊去这个九华山讲，他是请他到九华山讲这个《地藏经》。后来有很多因缘，啊，不记住，啊，原来，啊，我们净老和尚，啊，就给我讲了，啊，他说呢，啊，仁德老和尚，啊，请他去九华山讲地藏经，啊，那我们净老和尚，他说呢，我白天我来讲经，啊，那你来这个主持啊，啊，地藏期啊，叫我去带大家念地藏菩萨圣号，啊，打地藏七，啊，结果那一次因缘不成熟，我们老和尚没有去，啊，我也就没去打地藏七了，啊，所以这个经就改在新加坡净宗协会讲，啊，是这个因缘。那么这里讲一七日念地藏菩萨名号，就是打地藏七了啊，那这个跟弥陀经打佛七啊是同样一个道理。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
千万生中长生尊贵，更不经三恶道苦，这是果报啊，就是你根据上面这样修啊，你这个知道自己呀 啊贫贱啊，这个觉悟，知道宿世造不善业，要忏悔啊，那么能够自心瞻礼地藏菩萨形象啊，念地藏菩萨名号满万遍，你这个业就转了。啊，那转成了、啊、千万生中啊，这个你看呐、啊，千万生中啊，那长生尊贵啊，啊，在人天善道啊，啊，那不是一生两生呐、啊，千万生中啊，都常常生在尊贵家，更难得的是更不经三恶道苦，就不会。堕到三恶道去、啊、所以现前贫穷下贱，一定要知道自己的业因，回过头来修菩萨道。遍历经云，佛告遍历，有五世德尊贵，众人所敬。前面呢、啊，也是根据遍历经讲、啊、这个有五世得的是贫贱的果报，那这里是有五世、啊、得尊贵的果报、啊、那么这个是讲得尊贵的业因要怎么修才能得到尊贵这个果报。一，施惠普广、啊、就是以平等心清净心修布施啊，这个布施啊，他没有分别执着啊，就是平等、清净啊，这样的心呢、啊，来修布施。二，礼敬三宝及众长者啊，那么护持佛法，礼敬三宝，尊敬师长。那前面呢是不礼三宝。不敬三宝，不敬师长，那得贫穷下贱果报。那么这里啊，是得到啊尊贵的果报啊，他就是护持佛法啊，尊敬师长。三，忍辱无有称慧。四，柔和谦下无博闻精进。那么第三个就是忍辱，他能修忍辱啊，没有嗔恚心、啊、第四个呢，柔和谦下啊，这个他做人呢、啊、谦卑，很柔和啊，但很谦虚啦。那么人啊谦虚，就会得到大众的对他的一个尊敬。啊、那如果一个人很傲慢、啊啊、他瞧不起人、啊、他的果报、啊、也是给人瞧不起、啊、五、啊、博闻经戒、啊、博闻经戒就是通达经典戒律、啊、真正通达明了、啊、能够、啊、依教奉行。那么下面我们净老和尚、啊啊、再引用这个念佛法门，修行最殊胜的无过于念佛法门。念佛法门无障碍，一切时一切处，心中只有阿弥陀佛，一佛念佛也不妨碍工作。啊，这个修行最殊胜的是念佛的法门、啊、因为这个法门方便了，不妨碍我们任何的工作，任何的环境都可以修、啊、该做什么事不仅可以照常做，而且还可以做得很圆满。万年放下一心念佛，
那么这个万年放下呢，我们常常听啊，那实在讲啊，也不容易啊，啊，有几个人真正能放下万年呢？那么为什么我放不下呢？总是对这些事理啊，了解的不够透彻啊，所以这个经教啊，文化就非常非常重要了。那特别啊，这个经典啊要互参啊，那帮助我们明了这个一心念佛啊，万年放下一心念佛啊，所以往往有一些同修啊，自己没放下，以为放下，那我自己也是有这个经验的啊，那是误解了，误会了，所以一定啊要真的搞清楚啊。那么有能力的可以读经，没有能力读经，这句阿弥陀佛就够了。那这个也是真话啊。没有能力读经，不认识字，他只要能老实念佛，他一定成就啊！不但成就呢，成就还很高。啊，像我们净老和尚过去常讲的，这个地老的剃度的一个弟子郭洛匠，念佛念三年，站着往生。啊，那么最近这个海贤老和尚也是不认识字啊，啊，他师父给他剃度，也没有教他参禅打坐，就教他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一直念下去就有好处。啊，他就真的老老实实的念，念了92年，啊，一知十字自在往生。啊，那么自古以来啊，像这些还有在家的啊，还有谭老那个《影城回忆录》讲的修无法师、修无师啊，也是这样，不认识字，啊，但是他们能老实念佛。啊，那老实念佛实在讲也不容易啊！啊，我们也想很想老实念佛，那老实不来啊，还是有妄念啊，还是放不下啊，有妄念放不下就是不老实了啊。所以这个不老实啊，那这个听经闻法、读经啊，这个就需要了。啊，所以这个下面讲这个近代不少念佛的人就受持一句阿弥陀佛名号，往生瑞相殊胜无比，主要是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真的一句佛号成佛有余啦。啊，但是如果怀疑夹杂那就不行啊。啊，所以这个念佛是第一功德啊，是无边殊胜的福德啊。念佛消业障也是最殊胜的啊，业障消除，福报自然现前啊。业障没消除也不在乎，认真努力去修学，来生一定有殊胜的果报，不但不堕三恶道，还能够超越六道轮回，还能度许许多多的众生，真的是自行化他啊！转业报身成菩萨身啊，应以奴婢身得度者，即现奴婢身而度之啊，岂不是跟菩萨应化一样吗？问题是自己是否真的觉悟了？真的觉悟，就以这个身来修。就以这个身来正果，就以这个身来度化一切众生，就我们现前这个身体了。啊，那么下面我们净老和尚又讲一个啊，近代啊，念佛成就的一个公案，就是你念佛成就了，往生自在，能站着往生，坐着往生，
一家人都得度了，家里人看到了，他相信了，这个叫做证转，他证实给你看。那么这个是讲过去啊，香港东莲结怨的河东夫人，这个在香港啊也是很有地位啊，很有名气的一个这个河东夫人呢 这个有很多啊这些尊贵家啦那么他们念佛往他念佛往生啊度了他一家人。他们一家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只有这个老太太啊她吃素念佛。那儿孙啊都是信基督教的她也不反对。那么儿孙也不反对老太太吃素念佛。也没有勉强他要一定要信基督教那就是我们现在讲信教自由因为香港那个给英国统治的99年所以接受这种英国的教育西方的教育所以也就家人都能信基督教了。那么老太太往生的时候跟儿子媳妇说说我们彼此信仰不同我都不干涉都很尊重我今天要往生西方了对大家只有一个要求你们大家呢念佛送我一程那这个儿子儿媳妇这些当然你说 一辈子我也没有反对你们信基督教那我现在呢我要往生了那你们呢就没有要求什么你们就念佛送我到西方当然这个也通情达理了大家也就答应了那讲完了那老太太真的坐着念佛就走了家人念佛送他走家里看到这种情形才知道佛教不是假的全部都回头念佛了不但度了一家人还影响到整个社会记者来访问报纸一登度了多少人真正是有智慧度家亲眷属的方法很多你表演给人家看表演给家人看家人看到他就不得不相信了因为事实摆在眼前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在351页从第一行看起护持普广若未来世中阎浮提内刹利婆罗门长者居士一切人等及异性种族有心残者或男或女七日之中早已读诵此不思议经典更为念菩萨名可满万遍是心生子或男或女素有殃报便得解脱安乐易养寿命增长若是成佛生者转生安乐给予寿命这一段是讲妇女生产时应如何修复这一段也非常重要现在医学发达状况比过去好多了在古代特别是农村落后的地区生产是性命攸关的大事佛在此地特别提出来教我们如何修学才能让这个母子平安
刹利是印度王族，婆罗门是有崇高地位的宗教家，啊，那这些都属于贵族了。啊，长者居士是有福报的人。啊，这个世间不管是哪个种族，无论富贵贫贱，啊，有新生产的男婴或女婴，啊，就是生产男的还是女的，七日之中早已读诵此不思议经典。啊，在生产后七天之内，啊，读诵地藏经，啊，并且念地藏菩萨名号满万遍。啊，念经如果对经典所说的理论方法境界能深入明了，力量就更殊胜。平常我们境界转不过来，读经的时候能随文入观，至少境界能转一点，能转一两分都能产生它的效果。如果体会更深，平常依教修行，力量就不可思议了。如果家人信仰佛法，应该在怀孕的时候，每一天就读一部地藏经，或者，你念一千声地藏菩萨的名号，以真诚恭敬心来念诵，福报就很大。纵然腹中胎儿是冤家债主来报怨的，你能够这样照顾他，对他有恩，过去世结的那个怨结啊，他就能化解了。所谓啊，结冤释仇啦，化解了。这个神识投胎会有念头波动，母亲起心动念，一切举止会影响胎儿。所以中国古代讲究胎教，这个是属于胎教。母亲在怀孕期间心平气和，起心动念都是善念，心真诚恭敬清净平等，胎儿他感受的利益就大。那如果母亲她不懂这个胎教，怀孕的时候看那些乱七八糟的接触不好的环境，心里起了不好的念头直接影响到胎儿的这个心理健康，身心都受到影响因此这个胎教就非常重要。人人都希望自己的儿女好，孝子贤孙，这个是所谓天下父母心啊。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天下父母心。怎么教他？在怀孕时要行孝尽孝，母亲先做出来做出这个孝行，尽到孝道，这个孝的波它就会去影响到胎儿。母亲修清净心修福，让胎儿深深种下善的种子，将来生出来就好教了。现在做父母的最头痛的，子女不好教不听话了，
很头痛，很麻烦。这个是从胎里面就开始教了，那懂得怎么教。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是新生子，或男或女，素有殃报，便得解脱。刚出生的小孩，如果他过去生要是造罪业的，今生要来受这个恶报。由于这个父母给他读经啊，读地藏菩萨本愿经，念地藏菩萨名号的功德回向给他啊，回向给孩子。这个孩子啊，过去生有造这个罪业，那这一生啊，这个业障他就消除了。业障消除之后啊，安乐易养，寿命增长。这个小孩业障消除，灾难也就消除，自然啊好养。这个易养就是很好养。小孩如果带到不好养的，也很麻烦，常常生病。一下子这里不好，一下子那里不好，不好养。能这样修，自然就很好养育了，而且啊，帮助他增长寿命。过去是造罪业，可能他的寿命不长，能够这样跟他修，也帮助他寿命延长。若是成虎生者，假如小孩子过去生中他自己就修福了，有带福报来的，而且父母过去生中对他有恩德，他是来报恩的，那这一生再给他念地藏经，念地藏菩萨名号，给他修福，就会得到转增安乐，给予寿命。他本来就有福报，那现在再跟他修福，他的福报就更大了，寿命就更长了。佛告诉我们，一家人关系非常密切，决定有深厚的因缘，不是偶然聚合的，因缘非常复杂，结归四大类：报恩、报怨、讨债、还债。聚集成为一家人，父子兄弟姐妹总离不开这个关系。数次因缘变成一家人，谚语常说：“不是冤家不聚头。”觉悟之后，一家人变成法眷属；不觉悟，一家人是恩怨辗转相报的一个场合，苦不堪言啊，冤冤相报啊。毕竟啊，来报恩的是比较少，报怨的比较多，还债的少，讨债的多。所以世间人一生不如意事常八九，一个人在一生当中遇到如意的事情少，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多，就是这个原因。这是我们亲眼所见的事实，我们大家都看得到的。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护持普广，若未来世众生于月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日乃至三十日、四诸日等诸罪结集，定其轻重。这一段是讲十灾日啊，是讲灾讼获益。经上说十灾日，
啊，本经是讲十灾日，啊，也有经典是讲六灾日，啊，六灾是初八、十四、十五、二十三、二十九、三十。这个日期啊，要依农历。佛告诉我们，平常这个人间都有鬼神在世间巡查，众生有造善的，有造恶的，鬼神记录列入档案，而每个月的这些日子会将此档案记录做结集会诊，临终时没有福德的见了阎罗王，凭此档案定罪报的轻重。众生可以自欺欺人，但欺骗不了鬼神，因为我们的起心动念鬼神都知道。所谓举头三尺有神明，佛在本经提倡一个月能有十天修清净心，断恶修善。如果天天修，你的福报就太殊胜了。我们今天修学的方法，念佛就好。念佛常斋，斋是斋心，本意是修清净心，以后变成过午不食，中午十一点到一点是午食，严格讲是过中不食，就是那个午食的当中过了就不能吃了，这个才是叫吃斋，吃斋不一定吃素。吃素如果你过中吃了，那就不是吃斋了，那是吃素。每一天日中的时间不相同，而且地区又有时差，要懂得通权答辩。如果我们要如理如法，那可以请一本这个天文日历，那每一天，它日中是几点几分，在哪个地区几点几分，这个比较标准。这是要这样修可以找这个天文日历。那现在这个时代不一样了也可以利用假期来修当然依照这个经典上讲的是最好有一些人在这个斋日他不一定有放假可以用星期六星期天如果刚好遇到有斋日那就更好。总是在这个时间这个时斋我们最好能够持斋戒。能够持斋戒。持斋戒你有上班也不影响，实在讲也不影响。下面主要是讲这个读经因为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